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各地军阀混战，全国局势动荡不安，江南一带民不聊生。在邹福这个深宅大院里，权欲之争暗度上演。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，邹福的命运之盘开始逆转。这个就是你要娶的那个小娘子。这婚我们不结了，我们要退婚。什么？退婚？没错，退婚。大胆！你说不嫁就不嫁了？哎，对新娘子要温柔点，小点声。是老爷，您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我们李家可丢不起这个脸呐！想退婚啊？门儿都没有，彩礼钱不是都还给你们了吗？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哎，我们老爷呀，他不缺钱，就缺一个暖被窝的小娘子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是。无耻！哎呦，这个小娘子倒很刚烈，有点野味儿啊。很好，我很喜欢，挺美啊。美什么美啊？我们都说了，这彩礼钱退给你们。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想想民女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我就是王法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李村的皇帝，我在这儿比谁都大。我非要你嫁给我。来人，把人带走。是。别走，走吧。快点，顶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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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几个婆娘太泼辣了，有点不好办啊。哎，废物，废物，几个小女人都搞不定。是是是啊，不，放把火，烧了。老爷，这得出人命啊！笨蛋，房子烧了，人给我留下。这个婚我是结定了，去。是是，走走。烧房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，不行，咱们得出去，要不然咱家这房子就没了。你说你这挨千刀的爹，这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呀！行了，娘，别说了，再不出去，咱们就被活活烧死了。娘，娘，我出去吧。娘，娘，我出去。哎呀，真好看，里边飞出个火凤凰。来，推打起来吧！哎，推打起来，推打起来！老公，你拼了！大师，大师！老爷，大君，上来呀！
给面儿啊！好像是野兔吧？屁话！你们家野兔会闹动静？不懂你。下去搜。太爷，咱可别耽误了柴大当家给的差事，错过了接票的时辰，那可就……明秀，这几年不见，变瘦了吗？哎呀，少爷，您就别拿明秀寻开心了，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。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车夫，快点，别误了吉时。哎，好嘞，停车。明秀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吉时？没啥吉时，我让车夫快点。编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？明秀，少爷原来可对你不错，你可不能忘了。快点告诉我，到底什么急事？你必须立刻马上告诉我。少爷，老太爷在家等着呢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好，不说是吧？那我不回去了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明秀，求求你了，赶紧上车回去吧。少爷，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老太爷这次叫你回来，是要你成亲。成亲？偷懒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？啊，小红，把那花擦干净，快快快，这个放在这儿，是这个。啊，哎呀，太太恭喜啊！哎呦，欢迎欢迎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哎呦，周老爷子您好，恭喜恭喜，谢谢光临，恭喜啊，里边请啊，来，哎呦，谢谢您，夫人，恭喜恭喜。老爷您喝茶。老太爷，您今天气色不错呀。哦，二太太哟，高县长来了。哎，快去告诉老太爷，就说高县长到了。是。哟，欢迎欢迎，高县长大驾光临，邹府蓬荜生辉，喜气临门呐。恭喜府上大喜呀。哎，来把这放这儿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是亲家吗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太爷，不好了，老太爷，哎呦，啊，娘，哎呦，老太爷，老太爷，您老可千万别生气呀，老太爷。什么什么呀，咋咋呼呼的在这儿？对不起啊，老太爷，您一定要宽宏大量，您一定要宽宏大量啊，老太爷，我跟您说，我。平安，老爷，给点喜钱打发他们走。哦，啊，不要坏了我孙子娶媳妇的彩头。不不不，老太爷，你孙媳妇啊没了。你住，男人呢？赶出去！是。
是是，走，不得，赶不得，老太爷，老太爷，老太爷，赶不得，这是亲家母，您孙儿媳妇的母亲，老太爷，你刚才说什么了？新娘子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！哎呀，老太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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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太爷，老太爷，没事吧？老太爷，老太爷，啊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一个大男人这么不精壮，原来你们搞的是这样的勾当。少爷，那现在知道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家里的人还等着呢。着什么急啊？来来来来，少爷，你坐着。少爷，来，坐着，好，坐着。我多长时间没回来了？我不得看看家乡的风景啊。车夫，哎，拉着。好嘞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老太爷。快差人去找，快去找！报告局长，鲍爷带人已经到城里了。去，继续盯着。是，局长。闺女，别怪你爹啊。爹这也是不得已啊，邹府已经把嫁衣都送过来了，爹答应邹老太爷后天就把你送过去，咱不能失信于人呐。爹，你开门呐，我不嫁，开门啊。闺女，要恨就恨你爹，他那口天杀的大宴把邹家的彩礼钱都花光了。别哭了，谁让你摊上这样的爹呢？开门呐，我不嫁。这事儿你就是答应也好，不答应也罢，我就做主了，必须嫁。是这样，他救人是一个女的女学生，她落水了，您看我们是不是等她上来再抓她。小心是兔儿，走。你放开！死什么死啊，年纪轻轻的闹什么跳水自杀，你死了你家人怎么办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愣着干什么？下去！不，哎，放开！别动，再动我救不了你了。我让你下水！放开我！这局长，我不会水，不会水。下去不就对了吗？笨蛋，救谁呢？女的，女的！
你好点了吗？你顾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去去去，一边待着去。哦哦哦。你说这什么时辰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老太爷，您别着急，也许鼎丞少爷正在回家的路上呢。早就说了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却派个小丫头去接站，能不让人担心吗？放眼看看这世道，满世界里乌烟瘴气的，哪儿还有清平日子？大慈大悲的如来佛祖、观音菩萨，保佑二少爷平安回来。鼎丞，鼎丞，你到底到哪儿？撤！撤！二少爷，辛苦了啊！下来，走，走。老太爷，老太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太爷，老太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太爷，老太爷，出大事了！二少爷被马匪绑票给劫走了！啊！怎么会是这样？老太爷，老太爷，老太爷！老太爷，快叫徐元助！老太爷，老太爷，老太爷，老太爷！先生好，同学们好，坐吧。洛书君同学，今天怎么没来上课呀？先生，他爹病了，请假回家了。什么爹病了？我怎么听说是回家做新娘子了呀？听说他爹抽烟，把家都抽了个底朝天，估摸着拿他换彩礼金了。是啊，他嫁了邹家，可是咱县第一大户，谁不想高攀？同学们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先生，主君，这么匆忙，有什么事找我吗？我是想说，听说你要结婚了。我是想说，什么都不用说，我心里都明白。我是想说，先生。听说你要结婚了，你也太不够朋友了。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告诉我。我是来找先生的。凤晴。啊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先生，您昨天让我们做的标语单子，小雨不小心把它弄倒了，地上全是水，你赶快过去看看怎么补救吧。啊。朱军，你跟我说的事儿，我们回头再商量吧。走。先生，我想说，姐，
看什么呀？这是赵俊，哎呀，你说你怎么办傻事儿啊？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让娘怎么活呀？姐，你可不能再这样了呀！你这孩子太不像话了，居然寻死。孝经有云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伤害。再说你说我怎么向邹府交代？行了，你就别说孩子了，他为了不嫁邹家连死的心都有了。先前跳河要不是警察给救了，你就看不见你闺女了。你这又上吊，你现在还说这种话？夫人之见。我不能让我闺女这样，你说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闺女没命吗？就是啊，你总不能不管我姐的死活吧？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安排的人回来说，他们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二少爷就被马匪劫走了。太好了，看来老天都在帮我们。这要比我们自己动手更安全了。好，去郎中可能就要到了，我先进去，你待会儿再进来。哦，我明白。好。三位太太放心，老太爷是惊吓所致，暂时昏厥过去了，过一会儿就醒过来了。我给他开了几副滋补的药，老太爷醒来之后服下，调理调理就没事了。哦，那就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放心了。平安，哎，跟许郎中去抓药吧。哎，是二太太，来，请。好。明秀，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不知道老太爷不能受惊吓吗？你先别说了，你这当家主事儿的，赶快拿个主意吧。二少爷。救二少爷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你就快去呀！可是，谢人家的银子，从哪儿出啊？从柜上。您醒了，今儿个海爷我把你奔到桌上来。海爷请。都他娘学我，我也不敢。叫谁郭爷呢？叫你郭爷。叫我郭爷啊？再叫郭爷。嘿，他娘的，叫海爷，他是新来的。记住了，以后叫海爷不挨打，听见了吗？是海爷。都给我记住了。走，走，走，快点。
快走。为什么不能叫郭爷？明明就是姓郭嘛。哎呀，新来的人不知道，这个二当家的最忌讳这个。你说老太爷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一醒来之后问鼎城少爷是被哪帮马匪劫的，一听说是被芭蕉山的马匪劫走了之后立刻不吭气儿了。我觉得这里必有文章呢。这老太爷他会不会另有安排啊？老太爷做事一向精明，他这么做必有他的道，只是现在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太太说的有理。再说了，就算二少爷他是逃过这一劫，他没有新娘子那也成不了亲呢。可是老太爷现在还吩咐婚礼照旧准备，看来他是有十足的把握了。太太，我听下人纷纷议论，说洛家小姐她不是失足落水的，是不想嫁过来，自个儿投湖自尽呢。哦，这倒是个好消息，看来洛家小姐不是贪图富贵的人，只可惜没有死，如果她再死了，这事儿也就圆满了。太太，可是你想啊，洛家小姐为了不嫁过来就投湖自尽了，又怎么会乖乖的上花轿呢？哟，是高县长啊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，快请坐。洛秀才，听说你要毁邹家的婚事，可有此事？哎呀，你看，这孩子他不愿意，还寻死觅活的，这我们也没办法呀。这个我不管。既然要毁婚事，那就得退钱呐。这可是我现在没那么多钱，以后我会慢慢还给邹家的。不行，不退钱。那可是要坐大牢的呀。来人，走，把骆秀才带走。哎，你快好好说，你千万不能带人。带走。你们不能带人，不能带人呐。你们放开我，你们先带走人。放开我。站住。你们把我爹给放了。我嫁入邹家，好，很好。这才是洛秀才的女儿啊！对不住你啊。呛了水他就会水了，你就学不会，女人哪里不该抱？是局长的女人哪里都不能抱。揣在心里的话就千万别说出来。是局长。干嘛呀孙掌柜？喜欢吗？送给你的。孙掌柜，你居然敢拿绸缎装的布料。我这不是疼你吗？我不用你疼。
二太太交给你的事还没办好呢，你跟我套什么近乎？不识抬举的东西。大哥，人我给你带回来了。见当家了，我邹鼎成，只跪天跪地跪父母，他算哪根葱？哼，你说什么？你还想再听一遍啊？跪下！也挺硬啊，要么突然慢慢死外头，要么掉脑袋。你装什么好汉呢？在我们芭蕉山上，要怂要软，没人笑话你。你装着难受，我们看着也累。甭废话，想让我下跪，没门儿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呀。你小子还愣上了是不是？你以为我真不杀你啊？你们把我抓到山上来，不会就是为了想杀我吧？本来不会的，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大哥，我这就毙了他，拉出去砍了，浪费颗子弹也不值得。撕票是吧？我今天要是认怂，我就不是邹鼎成。好，站住！好，不愧是邹家的人，有骨气。匆忙。大哥，情况如何呀？老太爷神机妙算的，朱军小姐心善，一说要抓骆秀才，她立马就同意了。估计这个时候，花轿已在路上了。哎呀，这还是多亏高县长鼎力相助。哪里哪里。平安，把备好的谢礼呈给高县长。老太爷客气了。大家同在。